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花灯，凤凰展翅。你看，好漂亮！你看，它的头做得栩栩如生。你再看看它的翅膀，一根一根美丽的羽毛，呈现出凤凰展翅。而且它摆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水池里面也有它美丽的倒影。你看，底下也有好多只小鸟展翅高飞的样子。这是我看过最美丽的花灯。你看，这是台湾2020年的灯会，在台中后里这个地方。拨个空，赶快来看，要不然到2月22号就熄灯了。这个地方只是其中一个角落而已。你看，这么美的凤凰展翅，只是灯会一个小角落而已。但是这一只凤凰展翅的花灯，是我看过花灯最美的、最漂亮的。